在这里仅代表未成为人浸信会欢迎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在网上里面有个崇拜，请我们一同的起立，请我大家听我读一段的宣召经文，经文记载在诗篇第117篇一至到二节。万国哦，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请我们低头的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如果不是你的慈爱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去敬拜去侍奉你。但感谢你在这个十二月期间里面，我们知道是一个的圣诞，纪念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看到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大的慈爱，以致我们每一个能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向你 去祷告、去祈求，甚至是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慈爱里面，我们有份都感谢你。父，你给我们有永生，你给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盼望，以致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数算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恳求父上帝亲自的施恩怜悯这个世代，特别见到疫情里面，实在是人所做的是有限，人实在不知道怎样去将疫情完全的清除，唯有父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大能的膀臂，才能够将疫情完全的清除。求主亲自的纪念在疫情里面受到灾难的一班的朋友，地上的世人，以致他们能够在这个的苦难里面的时候，他能够晓得怎样去寻找你。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施恩典在这个怜悯的世代，让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过去。父，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一同的去高歌颂赞你自己的名。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天父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拯救世人，为要的是显明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唱出生命圣诗第106首《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楚。以下是我们有段经文，我们读的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至二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恶魔、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然之后，以下我哋读金句嘅时间，金句记载喺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至到十九节。我哋诵读金句嘅两次，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在网上又和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今天我的讲题呢是万世战争在今天，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到二十节。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我们大家很感谢主有机会一起来到研究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看到这卷书很清楚来到叫我们看得到上帝对人类的计划。或者首先来到让我很简单来到跟各位一起温习一下这卷书的内容。我们知道原来在创世之前，上帝是要定义去建立一个新的族类，这个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来世、死亡、复活来到建立地上的教会。这个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信仰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当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在同一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来到生活，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宇宙万有的元首。在当时时间满足之际呢，圣经很清楚讲，天下万物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回归上帝，这个是人类历史一个的大方向。在这个的历史洪流当中，教会扮演着一个很肯定的角色，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亦都是教会的一员，亦都有一定的角色。我们是蒙神呼召的，获得主所赐的救恩，进入教会，有份于上帝这个普世的大计划。所以我们大家行事为人都要谨慎，好像保罗先生来到去提醒我们，要与蒙召的恩典来到相称。大家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
我们要努力来到追求灵命的成长，建立一个合一的、多元的、圣洁的、和谐的教会。这个就是神对地上教会这个的心意了。这个的理想亦都是一个的目标，是靠住主的恩典，亦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从家庭开始来到去改善重整人际的关系，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主人仆人之间，各人都有当尽的责任。不单止这样，来到最后的一章，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章呢，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大家，教会在地上侍奉的见证，实际上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腹背受敌，我们的敌人他并不是人，乃是属灵界邪恶的势力，魔鬼和他的手下。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件很难忘的一件的事件值得来到提一提。在我自己教书的这个学院，以前叫做安省神学院，现在呢改名叫做天道神学院。我们的以前有一位的院长，他曾经跟我们大家同工分享那件的事迹，令我们很难忘记。就有一次他来到去在伦敦市，在安省的伦敦市来到去吃晏昼吃午餐，他见到在这个的餐室的角落，有大概是十多人左右的一班西国的人士呢，他们聚在一起来到有祈祷会。他就觉得或者聚会完之后，他们祈祷完之后，或者过去跟他们打下招呼啦。因此我们的院长就真的当他们聚会完了走过去来到去问安问安这样。其中有一位的朋友跟他说，他说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属于魔鬼教会的人士。行李院长大吓一跳就离开了。他知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真是一个可以这么说、被黑暗势力所笼罩的世代。而我们今天所讨论这个课题是特别针对今天这个万世战争在这个时代开展的情况。保罗在这次跟我们讨论有几个相连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到去仔细来到去分析和分享的。第一个的课题他讲到，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哪一个呢？在这个的第十二节呢，保罗就讲出这句说话，让我读一读。他提及到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中国人有句说话很有意思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这个战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敌人是哪一个，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能够稳操胜券了。教会今天最大的困难之一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打一场属灵的仗。对我们共同的这个仇敌，我们真有时懵然不知。这样做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能够有真的得胜的机会了。以弗所书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对他们来讲，他们对于黑暗邪恶的势力并不陌生。为什么呢？当我们大家来到去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在那处记载一些事迹，很有兴趣，但是相当严峻的事。那里讲有几个念符赶鬼的人士，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曾经想善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到去赶鬼，但是不成功。这些的恶鬼跟他们说，他说耶稣是哪一个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但是你们是哪一个呢？在这些人身上的这些恶鬼就跳到这几个犹太人的身上，控制他们其中两个人，使到他们赤着身体受了伤，
就从这个房子逃走出去外面。凡是住在以弗所城的人士都知道这件事，而主耶稣的名呢得到尊大，主的福音也都得到传开了。不单止这样，我们知道平时行邪术的人，他们就做了这行生意呢已经一段时间，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有这样的可以反省，就将很多邪术的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呢，你都去用火焚烧，全部书的价值一共合计有50,000块钱。而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都很记得这件事情，一场属灵争战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节经文呢提及到魔鬼的工作有两个特征，至少一个特征就是他有权柄的。圣经讲他是执政掌权的，大权在握，而且有不少的手下，甚至保罗讲他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都记得在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呢，他受到撒旦的试探，撒旦跟他说，如果你愿意拜我呢，我会将属世的荣华来到去呢给过你，这么厉害，将世上的荣华呢可以呢来到给过耶稣。我们知道自从堕落之后，整个的世界都是在撒旦管理之下的，至少上帝容许他暂时来到有这样的权柄，这个是一个事实。在社会上面各种不同的制度、文化的生活、人际的关系、各种的组织、不同的机构，都有这个邪恶势力在其中运作。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相信有人说撒旦甚至是超时工作，在神的这个里面他加班工作，真是防不胜防。这个是一个特征，有权柄，执政掌权。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是非常的奸狡，满有诡计的。在这个第十一节，我们就见到保罗讲得相当的清楚了，权柄容易引致腐败，极权更是导致极度的腐败。我们知道撒旦他有近乎极权，很不简单，任何违反真善美的东西背后他都有份。权柄加上诡计是非常之厉害。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过，他自己是领受过这一方面那一个的情况。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生讲及到他要去进入耶路撒冷去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挑战的时候，彼得就立刻跟主耶稣说他拦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去接受这个死亡的挑战。主耶稣随即跟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之前，那恶者竟然能够这样来到去怂恿彼得说出这些说话，故此我们看到怪不知呢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及到撒旦好像咆哮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真是无孔不入的。我们也都记得约伯的遭遇，大家都记得这位敬虔的旧约的人物，撒旦有力量可以使到他家散人亡，倾家荡产，绝对不简单。我们看到真是小规模的，我们看到有家庭的破裂，父母子女的不和，中规模的我们有时看到教会的分裂，造成不少人际之间的纠纷。好像我们大家来到教会，我们不愿意成为教会的问题，我们乃愿意帮助教会来到去化解一些的问题，免得我们中那恶者的诡计。除了这些小规模的中规模的教会，有大规模的这些的势力来到盘踞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恐怖主义的威胁呢，20多年前左右，在这个纽约911的事件发生，
我们大家都印象犹新，同一天两架的骑劫的客机撞向两个的世贸中心，同一天之内3000多人罹难。在今天这个疫潮横扫全球的情况更是难以控制。在一切这些事情后面，我们看到能恶者的作为，魔鬼是最奸狡最凶险，不择手段，不讲道德，外边好像光明的天使，里面就是凶暴的豺狼。故此我们必须要知道，懂得去防备，不要中计。讲完了这一方面，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呢？保罗继续讲及到，就是我们依靠的是哪一个呢？在这场属灵争战当中，我们依靠的是哪一个对象呢？在第10节和第11节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继续来到提到这一方面。他说，我还有未了的话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这处圣经来到去提醒我们各位，要依靠主作刚强的人。我们不要自告奋勇，我们比不上那恶魔，我们大家在光，他在黑，我们有物质条件限制我们，但是那恶者他没有这个物质条件限制，他是灵界的活物，我们胜不过他。故此我们只能够去圣经所说，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才能够作刚强的人。不单止这样，我们大家应当尽上我们信徒的责任。我们千千万万轻看自己，以为在这场属灵争战当中，我们是一定失败的。不是的。圣经提及到，保罗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我们的仇敌。这个是神的军装，是神所给我们的，但是人要穿上，要懂得怎样来到使用这种的军备，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去操练自己，时常作出警醒，去面对这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看到在一个13节，保罗更提及到很有意思的一句说话，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14节再讲第一句，所以要站稳了。故此我们大家明白到这个是磨难的日子，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时候，后现代的社会就是这个这样的时代，真理模糊，道德相对，价值真空，我们要起来抵挡这个属灵的仇敌，来到去成就一切，而且要站立得住。这两三节的经文两次提到我们要抵挡这个属灵的仇敌，两次提到我们大家要站立得住，而且要站稳了，要避免极端的主张。我们大家明白，我们是大敌当前，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两种极端的主张，我们大家值得来到去反省一下。我们不会单靠自己，不靠上帝，我们永远不能够成就这场属灵争战而获得胜利。另一方面的极端就是我们单靠上帝，而我们自己没有去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这方面也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彼此提醒。其实我们很明白，在一切侍奉的工作上面，我们都是依据这个很基本的原则，人神同工，而且人神互相合作，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一句的真言。我们完全依靠主，同时我们大家有当尽的责任和本分，故此我们值得未雨绸缪，时常作出这个的准备。这个是第二方面，我们除了了解到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哪一个，我们同样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大家依靠的
是我们的主，也都帮助我们共同参与这场万世的战争。第三方面，这段的经文跟我们很详细来讲到，今天我们参与这场灵战，我们的兵器是什么的东西呢？在十三至十七节，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当时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是坐紧监，他的手脚都有锁链来到将他呢捆绑，而且他同一个的兵士扣在一起在监牢当中，所以他日夜都看见这个的肉足，他的服饰，他所带的装备。于是保罗他就来到用当时这个罗马兵士的服装来到作比喻，讲出我们信徒要穿戴的军装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学者解释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他的说话很有意思的，让我来到跟各位讲一讲。在天堂上穿荣耀的服饰，在地上穿这六样的军装，日夜穿着，或工作，或走路，或睡觉，或睡觉，无时或忙，很有意思。故此我们知道，在不小心的时候，在疏忽的时刻，这个就正是那恶者的狡计，攻击我们的时候，诱惑我们的时刻，我们要谨慎。在这个的圣经所描写的历史上面，我们都见到一些很失败的例子。譬如我们知道君王大卫，他很成功的能够为上帝打天下，建立这个大卫的王朝，这个是他的丰功伟绩，很难得。但是他都有失败的时刻，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黄昏日落之际，在皇宫的平顶上面，他来到去慢行，看见一个的妇人沐浴，他内心就起了这种淫乱这样的心思，眼目的色情害了他的一生，他犯上这方面的罪恶，非常的不值得。我们读到他的诗篇非常之有深度，我们觉得这位真的是君王很不容易，他没人读过神学，但是他是一位文学家、神学家，多方面写出多篇的诗篇，造就我们后读的人士，他的诗篇流芳百世。但很可惜，他所做的这件的罪恶的事是遗臭万年。我们同样见到另一位旧约的人物参孙，他就在片碎的时刻，他被剪去他力量的来源是他的头发，他事后后悔莫及，这个都是他的失败。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门徒在客西马利园的里面稍睡片刻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与主耶稣他们的老师共度这个时间。耶稣基督讲出这句说话，你们大家心灵愿意，但你们的肉体软弱，这个就是他们的失败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要藉着这些历史上的事迹来到彼此提醒，时刻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这种试探的当中。我们要时常穿上这处保罗所讲的六样的军装，来到去迎向这一场这么可怕的属灵的征战。我就尝试来到去罗列这六样军装跟各位来到分享。第一样的军装就在这个的第十四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是第一样的军装。当腰间束上带子的时候，我们大家走路就会轻省自如，行动很方便。如果忘记束上带子束腰，我们的行动就很不容易了。同样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的意思相当明显，在信仰上我们的教义要正确无错误，在心智上我们要真诚，我们做事要无愧于心，这样的时候撒旦就很难可以攻击我们，没机会来到去打击我们了。这个是第一样，用真理正确的信仰来到作为带子束在腰间。
第二样的这个的兵器就是以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空。十四节下半句。罗马的兵士他们要带着一个护心镜。这个护心镜是前后掩护他们的身体，不受到敌人兵器来伤害他们。公义就是与神得到和好。在神的眼中，他看我们是正直的，神称我们为义。这个时候，当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就等于神悦纳我们。既然是这样的时候，那恶者就不能够作什么了。使徒保罗都讲得很清楚，谁能控告我们呢？罗马书第八章有提到，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看我们是正直公义的时候，看我们是对的时候，那恶者就无能为力去伤害我们了。故此好像一个护心镜来到去遮掩我们的身体重要的部分。第三种的兵器，第十五节，就是平安福音的鞋了。在尼采保罗讲，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罗马兵所穿着的鞋是用皮做的，脚趾穿上这个的鞋，脚的后边有皮来到去保护去遮盖。这个鞋穿上之后，这个兵士他可以远行，可以长站，他不会滑跌。为什么平安的福音呢？我们大家知道福音的基本意义呢，最终的目的就是带来给我们有生命的平安。所以好像穿上福音的鞋，平安的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的去广传福音，随时随地都做好准备，随时讲，无论去到哪一处，我们能够值得把握机会，就能够将福音来到传开了。魔鬼最怕的就是福音，他最憎的就是那些传福音的人士，因为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脱离罪恶，更重要脱离那恶者的魔掌。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穿上平安福音的孩子，脱离那恶者的欺压，恶者的打击。第四种的兵器，保罗在第十六节讲出来了，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兵士所用的盾牌在罗马的时代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的盾牌，大概是四尺长两尺半阔，因为这样的缘故可以遮盖全部的身体，用木板来造成，加上一些的铁皮，因为这样的缘故可以防御敌人的火箭，防御敌人这个的兵器了。我们问，究竟魔鬼的火箭是什么呢？以致我们能够用这个的信德、信心作为一种的美德或者德行，来到去作藤牌去抵挡呢？撒旦的火箭，我们说很多时就是良心上对我们的控告，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不停息那种的内疚。圣经讲在这个启示录，那恶者昼夜控告弟兄，好厉害。除了良心上的控告，就是思想上那种的疑惑，思想上的恐惧，那种的叛逆的感觉，不安的心情，情欲的挑逗，贪婪的念头，不少的恶念，仇恨、嫉妒，这些都是恶者常用的这种方法，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来到去打击我们。我们要谨慎。刚才我提及到，任何与真善美相反的事物、心思、行为，都有那邪恶势力在其中。一切这些东西会夺去我们信徒内心里面那种的柔和、平静、安宁的心境。这个就是黑暗的势力所造成的，邪恶的势力所引发的。
但是我们说凭着我们有这种对神那种的信心，这一切的东西，无论是在良心上的控告，思想上的挑剔，就不会伤害到我们了。我们信靠神，神一定会为我们来预备出路。就好像保罗这样讲的说话，我们需要到的试探不会胜得过我们，因为就在这个被诱惑被试探的时刻，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属乎他的儿女，为我们预备出路。因此好像我们前面好像走到山穷水尽，但你转过头来，我们见到柳暗花明这种的情景。信靠主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清楚，敬畏神的人一定得到上帝的保守，神必定愿意为我们来到去打开出路。第五种的装备，第十七节保罗讲在这处的提及到，就是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我们知道在罗马的时代呢，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的装备，用铁做，有时用铜做的，里面有海绵或者厚绒之类的东西，来到去给这个兵士戴上，可以作为装饰保护头部，因为我们知道头部是最重要的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种的装备。救恩当然我们大家都明白，是包括罪得到赦免，得到重生的生命，我们能够与永恒的主有结合，我们能够真的等待未来我们在人生当中各方面的侍奉所得到的奖赏，得到与神分享不朽的荣耀。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属乎主的人，有了这些的东西，我们就不怕那恶者对我们的打击了。我们经常可以抬起头来，即使在很困惑的时候，很困难的日子，多方面的挣扎，我们能够抬起头来，因为有神来去保护我们，亦都有这种好像头盔一样属灵的装饰。保罗讲，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将救恩永恒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故此戴上救恩的头盔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第六种的这种的兵器，最后这句说话了，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圣经的话语。前面的兵器我们知道都是防御性的兵器来的，宝剑呢是出击性，同时又是防御性的。神的话语好像两人的利剑，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熟悉神的话语，经常在神的话语当中，圣经的真理里面来到去徘徊不舍，以此作为一种的激励，一种对自己生命造就的途径，我们就好像一个剑术高明的人，武功高强，见招拆招，在这场属灵的争战当中，我们能够稳操胜券。因此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够令到真的带着这个圣灵的宝剑，不单止对自己有益，而且能够去辅助别人，对教会、对社会都能够作出肯定的贡献，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来到结论了，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十八节至到这个的二十节。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他说，我是为福音这个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在这处讲及到这个的多方面的属灵兵器的时候，正用的经文他以祷告来作出结束。我们可以这样讲，属灵的力量
从边处嚟呢？祷告并唔系第七样兵器噃，祷告乃系贯穿啊整个属灵征战呢一个重要嘅力量，系支持呢六种武器嘅力量。我哋话即使一个嘅兵士，佢穿上整齐嘅军装，但如果佢本人冇气力，啊点能够上阵交锋作战呢？唔可能。故此我哋见到保罗喺呢处提及到呢一个祷告系好重要嘅，因为祷告就系得力嘅途径，而真系得力唯一嘅途径。保罗讲我哋要随时祷告，多方祷告，警醒祷告，不倦嘅祷告，为众圣徒祷告。各位，我哋好知道，我哋基督徒嘅人生祷告就系我哋灵魂嘅呼吸，我哋得力嘅呢一个嘅源头，我哋能够与主耶稣基督能够有呢个嘅相遇，佢系我哋嘅天上嘅良朋，喺我哋地上嘅挚友。我哋知道祷告嘅人生系一个蒙福嘅人生。唔单止咁，保罗喺呢处特别嚟到去请兄弟姊妹以弗所教会为佢哋嘅祷告。祷告能够做嘅事系人做唔到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真的推动到神的手，我们藉着祷告甚至能够感动神的内心，为我们去成就，为教会去成就一切属灵的事工。我们有时好感觉到好不容易，我们好像活在一种属灵的矛盾的当中。为什么呢？有时我们好像知道，但是我们不去做，因此产生了矛盾。我们都知道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就有多有成果，少祷告就少有力量，少有成果，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力量，没有成果了。故此知而不行，这个就是一个矛盾，这个可能就来自我们大家有时的疏忽。当我们自我们的反省，灵命的进修和我们的反省默想是很有关系的。有时我们自问，一天的当中，在这种繁忙的生活的里面，家庭生活、工作的生活、社会上的交友等等的情况，有一天当中有多少分钟真的来到去安静独对上帝祷告上帝呢？我们说有时真的不到几分钟。我们试问在24个小时里面，生活在这种邪恶败坏、魔鬼满天飞、罪恶横行的这种后现代的社会，几分钟的祷告怎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稳操胜券呢？他知道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说这种的疏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被撒旦让步，他已经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做了手脚，使到我们对祷告这个属灵的操练裹足不前，多种的原因使我们呢不去做。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给魔鬼留地步，因此我们彼此勉励呢，真的要去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儿女、孙儿孙女、父母、亲朋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牧者、同工、执事、团契的负责人、各部门的负责人来到去祷告，为我们的城市来到去求平安，来到去面对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国家领袖为他们祷告，在这个疫潮这个的横行之下，希望能够受到控制，病人得到医治，医护人士得到保护。我们真的恳切求主来到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疏忽，要经常有这种祷告的心智，好像使徒保罗在这两节的圣经当中鼓励我们大家来到去做。我们愿意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市民的责任，尽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也都尽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天国子民的责任，让我们大家起来，也都做一个祷告的人，获得属灵的力量，穿上全副的军装，一起共同地去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各位。
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去战胜撒旦的攻打，然而有安宁去享受天父的世界。一首组合诗歌，生命圣诗第381首《基督精兵前进》，和第512首《这是天父世界》，每首歌都是唱两节。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十架升旗高举，恩力在前头，主基督是元帅，令我感受的差看我主基以下是家事的分享。第一项就是教会网上的祈祷会，在星期三晚上7:30举行。参加详情呢，请到教会的网页 查阅。第二项呢，教会今天的下午2:00的时候呢，举行首次的网上会友会。凡是已经登记注册的会友，请谨记出席，因为会议是需要一定法定的人数出席才能够合法召开。第三项就是新一期的门徒训练课程，将于明年1月至6月，每逢星期二晚7:30至9:30用视像的方式进行。有意者参加，请向12月14日前向潘牧师报名和查询。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的诵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好，我哋请各位，我哋一齐低头祷告，结束我哋今日嘅聚会啦。我哋恳切祈求我哋嘅主，能够藉着呢一段嘅经文，藉着使徒保罗佢嘅指示，我哋真系能够尽上我哋一生当中对祷告要承担嘅责任。求主帮助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嘅市民，我哋尽上祷告嘅责任；作为一个世界嘅公民，我哋求主帮助我哋尽上呢份嘅责任。同样求主帮助我哋尽上作为一个天国嘅子民嘅责任。愿我哋各位兄弟姊妹同埋朋友都能够起嚟做一个祷告嘅人。我哋能够穿上全副嘅军装，得到属灵嘅力量，共同嚟到去参与呢场属灵嘅征战，呢场万世嘅战争。深深相信靠主嘅恩典，我哋能够系稳操胜券。求主帮助我哋。我们恭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